他窝里来收拾啊？是。哦，他这么多，打得起吗？有没有？打不起，打不起，你给我打一个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打到哪里去？啊，可以问他。那是我试试骨子的，我院里面有骨子，说我要到那边去。要没事，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好厉害，你好厉害。做的很多，做的比较多嘛。嗯，这里差不了。来来来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！你也坐，也休息一下，打这么多。跳啥子的话？不要不要，感谢，感谢，对呀，我还是只收骨头的啊，收骨头收就可以了啊。今天要收五十骨头呀？我收呀，什么东西都收嘞，要或者老酒啊，或者茶叶啊，一些顾客的花边，什么东西都收。老皮子啊，有的只要两块币，你说你看你的看看嘛？啊，币也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拿来，看了啊，币也收的啊。哦，这是你们以前戴的。嗯。哦，那以为你搞得好了，这个火海币啊。那个袋子。这里看看，这是啥你的买吗？这个是什么币？梅花币，梅花币。主要是啊。可能是有问题，可能是有点毛病，但是弄还是在弄，还在主动。但是多的这个呢，五十块是七八十年代的啊。这个呢，多的是个梅花币呢，这个也是多的不是现代的啊。这个可能也是有点年纪，但是不。这个年老的是你的嘞。现在但是这个可能是以前也是几千啊，几千块钱随的。这个你现在你愿意多少钱来卖了？现在一千块钱贵点，你我跟你我和别人两千块钱的，看你到底嘛。一两千块钱。嗯。但是这个我跟你讲了，多的比还是可以，这个比可以，这个比多的价格多的是比较高，但是只看有没有毛病，这个我也搞不清。因为怎么讲呢？因为店里修理比较的，所以呢，他看得到。但是多的啊，多的看位比还是一般，多的还是没有什么 pose。但是多的是使用痕迹还是有。可能是以前可能你六百块钱，你看高不高？可以了啊，加一点了哦，加一点，嗯，加多少了？你什么？加多少？你说1000块钱够啊？1000块钱够啊？嗯，要够1000块钱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就一个，又1000块钱够了，贵了，我认为，你是安心买的话，我就给你加一点800块钱，还可不可以？你加一点800块钱。那个少了房就买个了，这个就我跟你讲了，你活在家里有没有本来这个有修才行的，那是修现在年轻人带好的带几万块钱够的，你给人家老古董的嘞，那是老古董，这个我们怎么讲呢，我们只是搞收出来爱好而已，所以那些我也是喜欢收喜欢买，现在一个就行个比人倒啊，现在倒是很难倒，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这800块钱就给你买了啊，1000块钱了，还加一点，1000块钱，嗯，少点喽，1000块钱多少高是很高的嘞，多少你怎么说呢？你一个都1000块钱，两个1000块钱多少？我也是能请的，能请你了，多少？什么？1000块钱啊！所以说我又买掉啊，给他把钱给你啊。一个就嘛，弄好了。啊，还有其他东西没有了？这是看你的看到他看见不嘛？哎，可以，什么好的宝贝到哪里看一下了？对，我见识一下了，看什么好的宝贝啊？还可以，但是未必还可以啊。可以了，买了就买了，买的高兴。什么好宝贝啊？看你以前看的看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黑的也不是那个。怎么还有穴位？哦，知道，是这是陈锁啊，是陈锁，陈锁莫陈锁。穴位是很穴啊，很穴的。这个是你家里留下的，是怎么来的？那是原来搞过来的。
是云南那边来的。嗯。哦。来的好贵啊！这个什么时候买的？这个是九十年代的哦。这个看，看你现在出的都是，现在一万多。现在买。现在的现在也买过。以前有时候嗯嗯，有时候买贵，但是里面没有卖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个1万多块钱多了。现在也能到些个些到比上，现在这个是呢，有几万了。嗯，那这个也就说的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你按以前的钱，以前的姑娘，或者你家里是，或者民国时期，或者啊是，或者清代啊，这个都具体。但是我看到老是老的，一年老的，跟西施忽悠可以。这个事儿又成双爬，是哪里或者哪里可以清闲啊、明目啊，或者这个医生啊，医生为了这笔多少钱了？你也当时你也得说一下。这边有多少？这是一两万。先把这片子出到一万多，我们买。对，出到一万多啊。嗯。以前的也是人。也是好玩，那都是这东西是贵说的，还可以。嗯，那里1000块钱，那这个也15000块钱，好吧？你这里16000块钱啊？那里16000块钱了，16000块钱绝对可以的。16800块钱的，对的，黄木的包16800啊。嗯。啊，可以，好，我就先我们等你发财。啊，好的。